像大地铺满了悲泣的落叶，当杜鹃花化作远空的雾霭，祝福我吧，我最思念的亲人，那就是我向你告别。终于下班了，然后现在去买一袋洗衣液，洗衣液用光了。大黄，大黄。这个干豆感觉还可以，那个乌江榨菜它不散卖。这个没有听说过哎，这个奥妙的挺便宜的，买这个。这个榨菜吃白粥还挺好的，这么大一包我够吃好久了呢。去看看儿子长大没有。发生了什么？我的虾儿子啊，你怎么啦？哎，晚上就吃一点白粥，然后下一点榨菜就行了，吃的清淡一点也好，最近肠胃不太舒服。我太难了，对不起，没能养活你。妈妈给你找了一个世外花园，你看周边都是大别墅。我信你个鬼。下雨啦，妈妈陪你一起淋雨。下辈子求求你不要做只虾了。太难受了，养了这么久看着你长大，你说挂就挂，你经我同意了吗？怕你淋雨，妈妈把这个盒子给你盖上。下雨天，唉，真的是一个难受的天气。有感情啊，说没就没了。希望他能在深圳大别墅里面住得很开心。你们在想什么？含泪吃了三大碗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啊，怀着沉痛的心情，我们饭还是要吃饱。